这个这一场我要运用队友了，如果雷兹被石头人撞到跟被李信踢到，应该是不会死的，所以我们让雷兹去坦这个伤害，我们负责在后方帮他补上他所没有打到的输出，也就是那个关键输出关键伤害。那么开档多蓝剑药水还有图腾，来先买个先点个 W。现在的镜应该变成主 Q 了吧？以前如果是玩那个鬼刀的话是有主 W 的，打人还挺痛的。那现在如果是玩暴击的话，我们就主 Q 吧。哎咻，认真，自己的波可不能戳嘞。没有，之前是有在韩服的话是主 W 那个版本的 W 还很强，之后改版之后我就不太知道了。人哦，要靠自己啦！来看一下这一堂我们的镜，要教大家如何使用最新的这个暴击流的镜。先出一个 IE 或者罗破之镰，然后再出个火炮。然后后面再转一点穿透出来，这样伤害就很高了。哎咻！好，破格来一下。马上就要上两等了呢，两等喽！还有玩韩服吗？没有哎，回高雄之后就再也没有玩过了。怎么感觉吃到的兵数量不是很多啊？应该是有一点不熟悉啊，太久没玩这个角色了。没事，一个 AD 的重点并不是在吃兵，重点是在你能不能打的对面不敢吃兵啊？哎咻！好，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的李欣已经在上路出现了，那我们下路就可以找机会来破壳一下了。碎哦，伤害很高。哎咻，好，慢慢的消他们的血。比数来到了1-1，这边我们上路上野两个人打得非常的好，在2-2的情况下把对面上野给打死了，这样子AD 的话就不太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了。
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咚，追啦 ，double kill， 比数来到了4-1，我们下路也完美的把对面给双杀了，啊，我先买一个暴风大剑了，再买一个治疗宝珠，再来一个生命药水，来个好了。啊，什么？怎么会有李欣啊？没有，我保住了 support 的性命，好不好？还不把我追起来？一个会保 support 的 AD 到底哪里找？这么有情有义的一个 AD， 要是我刚跟着跑哦，说不定他就踢到我的身上，一起把 support 给带走了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刚刚那场犯赢了吗？全胜，今天晚上好是全胜啊，一场都没有输过呢。哎，今天的波真的是打得很舒服。然后用 W poke 他们一下，我们现在 W 打得还挺痛的。然后在草丛的地方偷偷放置一些陷阱。一个人就算是天下无敌哦，也是要救队友的啦。破个拉一下，后面怎么感觉有人要来了？哎咻！哎咻！好吃。哎，放个陷阱。哇，那个洞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就在这一波，我已经可以宣告我们的胜利了。就是这个辅助，死吧！走走走走走，起飞，起飞！好，比数来到了5-3，我们在这边哦，成功的把对面给 ace 了，碎啦！削翻，削翻！我要去下路，我要去下路了。没有，我刚才不想上车哦，我怕，我刚刚有一丝丝的害怕，我怕上了车之后会被载到这个，载到这个不好的地方去，我就先下车。那关门前都可以下车的嘛，又不用钱。哎咻！我刚刚看那个龙兽站的位置挺好的，我怕他一次晕到我们三个人，这样子就不好了，所以我就先拉掉，从另外一侧进攻。果然哦，龙兽就没有办法遇到我们。好，这边特朗德，特朗德打得不是很凶。我们慢慢的等待机会啊，总有一天哦，特朗德会把他卡住的。好，特朗德找到机会了，特朗德冲了上去，把对面的 AD 给打了个半死，碎了碎了 ，AD 残血了。来，等一下，我们就有机会开大招了呢。比数来到了7-3，目前的话我们是巨大的优势啊。谢谢 Alan Lin 12345订阅8个月老师哦，谢谢大哥，啾啾。AD 怎么不见了？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！
啊，这边 AD 哦，看起来是 recall 了，我们赶快把这个兵线清一清，跟着他一起来，一起来 recall 喽。回家回家，真的是哦，四个大腿带一个特朗德，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回家买东，回家买东，我们先出无尽之刃吧，先出无尽之刃暴击靠赛。谢谢 CCTW615 百元苹果大哥，这张车票还有谁要？电竞圈里每个都。我们带来的是 Toys 的《一脚两船》，新不了情。还没到站，又在买票。月妹唱歌做得愉快ADSL 完全免费升装，谢谢百元苹果大哥为我们带来的新不了情这一首歌，在当时哦可以说是红遍大街小巷啊。我们的 Toys 啊，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首好歌。啊，我来 poke 他们了，吃我的 poke！ 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用害怕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，有 God JJ 在哦，没有任何一丝的危险呐、啊！看我的大招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比数来到了9-6，我们成功的把上路的石头人给引了下来之后呢，哎，我就要功成身退了，走，回家补大装喽。哦，这能算空大吗？逼了一个闪呢。AD 没闪 ，AD 没闪 ，AD 这波死定了。再见啦朋友，注意啦，比数来到了10-6，上路第一座箭塔也被我们拿到了，下路我再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有大装了。不是，有时候这个大招不一定要射嘛，不射胜有射啦。好，买个无尽之刃吧，无尽之刃加上三速 CD 血好了， CD 血应该会更帮助我们一点，我们补一个 CD 血，这样哦闪现的冷却时间也会比较快一点啦，随时随地都能闪现。我这个真的没有射啦，看 BOD 就知道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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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单杀，各位观众看好，单杀要来喽！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辅助，我就可以把这个 AD 轻轻松松的给带走了。啊，先杀 AD 吧。我觉得、哦、杀 AD 应该比较好一点。再见喽，辅助。全中。比数来到11-7，我这个大绝全中之后呢，就让队友、哦、去把敌人给收掉了，转翻转翻，怎么可能被单杀呢？哎呦，吃吃吃吃吃！那一下是逼闪现，第一枪逼闪现，后面哦就全中啦、
你看，用一下这个 W 打中了敌人，但是哦，反而让我队友的技能给 miss 了。所以有时候没有打中，比打中还好啦。感觉这波还能打哦。水哦水哦水哦，想出来门都没有啊。哎呦，你也不用出来啊，大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买招买招，过来过来，不，你给我回来，骗他骗他，追追追追追，这一定追到底。喂，好，打到了，追呀 ，nice， Pentaki， 我的 Pentaki， 我的 Pentaki 呢？上路怎么变虫虫大战了、啊？没道理啊！好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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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水油水油，我还有救啦！我来吃一下智慧果，马上站起来，给你们射四下。来准备造太阳牛，我来收头了，我来收头了。懂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比数来到了19-10，在打完这一波之后，基本上哦，已经是我们的胜利了。都中了，都中了，我就不会死哦！我就知道那边有个智慧果，好加载啊！我来收头，我来收头。走哦，走哦！喂，拜拜。还有没有智慧果？哎，这里还有智慧果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马上在追，他马上在追，救命啊！没招了吼！顶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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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碎了碎了 ！God like 啊，来来来，智慧果智慧果。我吃我吃补满喽，回家。有人想卖我，先偷打那个预示者，先补个火炮吧，回家补上一个火炮，再下一个装备呢，我们补这个夺魄之镰，先补一个灵巧披风，现在暴击率有70%嘞，伤害超高。猛吧！来来来，推下他喽！看这个游戏就是坦克的世界，只要你有一堆坦克哦，你的 AD 就可以打得很舒服。我先来救雷兹，我先来救雷兹。雷兹，我救你，你专心的打。这个枪也是不太好中的啊，大家将心比心啊。
有中一发哦，什么什么四大皆空就有中一发啦。我要找个机会哦，好好的缩头了。这样不行，这样有损我尬的这些的颜面。竟然害队友死掉了，雷子不是真的不是我害的，你刚刚那个就没救了。我被俩包了，我被俩包了。然后这边酒桶冲了进来，抓好了一个位置，我们成功了，先打掉了对面李青。我现在手持第四枪，准备要来追杀敌人，捡一个杀一个。按不掉啊，是哦，大姐就有一股那个魔力，跟刮刮乐是一样的。你很想用，但是又打不中。这一波总该中了吧？来了，机会哦，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啊。五吧，这一波打的就是一个漂亮。GG 喽！醉啦！两个勾勾成功带领我们过了这个 BO 三，获胜思密达，恭喜你已成功了，变成了一个钻石一的玩家。感谢各位喽！